二号巴洛奇，这种球应该要吃牌。然后巴杰斯这个风格的还是很明显，这个逼抢的松紧程度变化相反，加强了这种身体上的对抗。十号当打又被对方从身后踢了一脚，泰国队获得了前场任意球。罚后点，门将贾菲尔把打出了边线。传中球，头球抢到了，但是顶高了。后卫的干扰也相当的关键，十号当达，当达在上半场也有一个进球。